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西安古城数据恢复中心啊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上一期咱们已经说到啊，有一个二开的盘，相信很多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朋友啊，还会记得我们的一个承诺，说是有一个二开盘啊，想办法看能不能把数据给它恢复出来。那经过我们工程师这么多天的辛勤奋战啊，各种的尝试，这个数据啊，已经提取出来了一部分，大家看到，因为上一次有盘片啊，有面已经被弄得非常非常脏，而且都有所划伤。那我们现在经过工程师的不懈努力，我们把未划伤的数据啊部分数据已经成功的提取出来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盘啊，这个盘如果看过我们前一期视频的朋友啊，应该对这个盘很熟悉啊。这个客户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核对一下这个序列号啊，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编码 NWL4 啊，大家再来看看我们这个恢复数据的这个上面的序列号啊，能不能对应上？大家看到左上角最左上角 NWL4 啊，咱们可以对应得上啊。那这个数据我们基本上把其他的几个面数据顺利的给抢救出来了。这个是前两天，啊，给客户汇报了一下一个工作的情况啊，因为这个做的时间有一点长，当时给客户说了啊，已经做了第三天了，因为客户害怕着急，所以话这里，就给客户说一下啊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